剧偷偷藏不住，自开播后备受观众们的喜爱，在剧中饰演男主角段嘉许的男星陈哲远，凭借温柔校草人设圈粉无数，人气也飙涨不少。剧集完结篇播出后，陈哲远透过微博发文跟自己的角色道别，他在文中表示，每当自己向别人提起这个角色时，都会说他是个温暖且强大的人，是一个历经坎坷却依旧活得像太阳的人。陈哲远感性直哭，在拍戏的这三个月里，自己学习了很多，也成长了不少，很庆幸能在自己26岁时遇见了26岁的段嘉许。他坦言一开始不知如何诠释这个心境复杂的角色，每天尝试各种方法，试图窥探角色的内心，甚至在睡前向角色祈祷，希望对方能帮助自己成为角色。关在剧集播出后，他们成就了彼此，可见陈哲远这三个月里的准备获得了很好的成效。